一个家庭，气氛很重要，和气生财。我讲个和气生财，敢讲啦？我没输那个冤家啊！你看看有没有白痴？有没有白痴啊？以及我要甲说服，啊，伊要甲我说服，讲你莫去行销，我就真正无要买啦。我嘛无爱浪费时间，啊，我是感觉你这个人袂歹，我是真正即马无想要买啊，你莫去讲啊这，无啦，大哥和气生财啦。你看我白痴，我刚刚讲这句话才是够见笑嘞。谁会跟你讲说那么丢脸的事？干那都这和气生财都无关，都毋是甲伊冤家啊。迄句话讲出来，都一世人，伊嘛无想要甲你讲话啊。有白痴无？有没有很白痴？哈、啊，阿姐，我今天把内心当中做生意最觉得妈的最笨的失败案例。毫无保留分享给你们大家。你若是做业务的，还是捌做红销售后，你就知道这个那个案例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典。